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笑容带不走我心中那一丝哀愁，在每年秋天这个时候，爱到最后沉默消失，前最眷恋的理由，安静的节奏，风琴声动听却忧伤依旧。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满天的雪风景，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感谢你特别邀请，观赏你要的爱情，嘉宾也许是另一种宿命。谢谢你送给我最后清醒，把自己还给我自己，至少我还能够成为那个见证你们爱情的嘉宾。最好的我们，最好的青春，最怀念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最好的我们，最害怕失去，世界在变与我们无关，世界在变我们也在变。来吧我的老 baby 们，哇，欢迎我们0713的小伙子们！
因为我观察很长时间了，这个节目确实也很受大家的喜欢，但是好六团能干的事情好像我们几个也能干。哎，你看，哟，哥哥们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妹妹，你可不知道这个时代更新迭代有多么的快啊。是啊。是不是？那这样了，我们今天是用实力说话，输了的话就要穿上当年表演的服装。可以可以，现在能有工作就不错了。何老师，我们没有别的工作，真的。哎，把那个合同拿过来。我合同也准备了，来。我们先看一下是什么衣服好不好，请看大屏幕。我的天哪，是帅的，是帅的。我是怕穿不进去了。对，路虎已经穿不上了。我根本穿不上，我现在只能穿那种宽松的衣服。为什么会有金色跟银色的服装呢，哥哥们？这是决赛之夜，然后冠军跟亚军的这个特殊待遇。对啊，他们会有一个金色的战袍。所以呢，今天我们看这么多选择，不知道会是哪一套，反正就好好演就行了，好不好？好，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比拼。我觉得还是好六团，我们先开始吧，来。我想提个醒，我想提个醒，哥几个，刚才何老师私下有跟我透露，有些题还比较狠。对，所以我希望呢，因为咱们这个团刚刚建立起来，我们这次来是抢别人工作的，别玩完之后咱们先解散了，好吗？好 ，OK。我觉得也别太客气。何老师，你放心，我们从来没对彼此客气过。对。这帮人最清醒。那0713，请先入坑。好。精彩精彩啊，好期待呀。陈楚生默默地走到了最远的地方啊，大哥就是这样的，非常的低调。哎，王栎鑫还抢了个 C 位，你看真的是不懂事儿。哎呀呀呀，你在哪？你在哪？来，出来出来，换呀换呀。认识楚生，认识楚生。你们怎么还进一个屋呢？我没那个意思。哎，知道你红，我没有那个意思。你看我的认知多么清醒，就在最边上。那么现在呢，第一题就非常的伤人。真假的？真的，第一题就解散。真的吗？不要怀疑，真的有这么狠，好吧？来了第一题，只有5秒，所以要迅速反应啊！来，谁是你们当中最糊的人？谁是你们当中最糊的人 ？What？ 5 4 3 2 1。你出来干什么？你说你出来干什么？一点默契都没有吗？你有雪落下的声音，你出来干什么？你出来，都出来，跟另外三位报告一下。第一个出来的是路虎，看到小醒出来了，然后他就想躲回去，已经来不及了。自愧不如，自愧不如。你看到他，你说自愧不如是？苏奎不是，对啊，就是那个意思。我是一开始我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但是我发现还不够清醒。还不够清醒是吧？哦，这太残酷了，一个团都有一个罪，我连罪活都有人抢。这怎么回事？哇，这个团马上就要分崩离析了。毫无默契，来，请惩罚。好，来。进去吧，下一题来了，请各位注意。哇，我觉得是一个技术层面的比赛了哈，所以呢字字扎心。你们当中谁是唱功下滑最严重的人？哇，太狠了都。5 4 3 2 1。好，成功！哇，成功！你反思一下自己吧，为什么？我是听见有人在叩门，刚刚是谁在叩门？啊？是吗？
你什么意思？路虎在敲敲墙，你是在提醒他出来是吗？你在提醒我是不是？我在伸懒腰，然后哈哈哈，然后就碰到了门。我跟你讲，这里面是有机位的，你不要假装。你们当中谁是唱功下滑最严重的人？我有清醒的认知。何老师，我昨天刚刷到了一个视频，这是月星在我们巡演里面《我最闪亮》这么感动的一首歌里面一直在。一直在那个飙海豚音。来了来了，好稚嫩，来检验一下有没有下滑吧，咱们现场测试一下他还能不能唱。来来来，どうもだストレンのやふにょまじこのコロッピーザスピノ打碎你玻璃ソチサワクノブラチュクアイペチナタムノ来了。真的，以前是海豚，现在是海狗，对对对，海豹也有可能。打扰了，打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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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成功积分，来，掌声恭喜。好，下面请进小房间。所以到目前为止，哥哥们只答对了一题，对不对？一题。哦，那也没有那么容易。对，我觉得我们好六团的位置坐得很稳。还有两题，加油啊！来，谁最喜欢？电增高鞋垫。五、四、三、二、一。这么不诚恳吗？大家，楚生哥，你就是回去的再快，也能看出来你踏出来的那只脚。楚生奉献了本场节目以来最敏捷的一段表演。楚生和增高鞋垫不搭，哎，画风不搭，哎，我很心虚这个问题，因为我今天垫了，你知道吗？你看，你看，天哪！说实话，看到那么高的鞋帮，那也是让人有很多想象的空间。我就纳闷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已经很高了，上台还垫增高鞋垫。对，今天张远你肯定也垫了。我垫了呀，我肯定垫了呀，看一下，看一下。我讲一下，就是这个垫鞋垫这个梗，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做至上励合的时候，然后我们颁奖典礼，我们就看另一个团体，不是 MS 啊，就是从我们面前走过，然后我们是这么看的，哇，我说他们真的就这么高吗？然后从此以后，我就不说谁了，反正我们组合有一个成员就开始。然后他形容的就是，哇，我现在我在台上跳舞，我感觉我在鞋里跳芭蕾。自从他开始垫了以后，我就开始垫了。对。这一题呢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呢没有想到也没答对啊，所以呢请惩罚。你出来干什么？那么高还垫增高鞋垫？星哥，你好像在里面刚脱的吧？啊？你是不是在里面脱的增高鞋垫？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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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 GoPro 的啊！出去捡进去。谁最喜欢垫增高鞋垫？我感觉我在鞋里跳芭蕾。Cool。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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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高还垫增高鞋垫。好，最后一题。2007年，谁让何老师印象最深刻？五。四、三、二、一。
只有醒哥没出来。这是一道主观题，但是呢，我很感动的是，他们有四位都觉得让我印象深刻。楚生，说一说为什么你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当时有一场，我忘了几进几，我其实是待定，在那个城堡里边有一个后台，当时哭了，何老师在帮我在拉票，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待定啊，情绪会有一些影响。那时候可能比较倔强嘛，就是说我不是因为待定哭，我是因为这个采访里面问到了我爸爸妈妈，然后我很感动的哭了。但是事后我自己看了这视频的时候，我才理解哦，原来当时何老师其实是在帮我拉票。对，我个人会觉得可能会给你有印象。对，完全不记得。因为在我心里，你们做什么我都会接受。你们怎么样我都会觉得是合理的，因为那时候压力全部是给在你们身上的，所以就算你没有接我的茬，或者是没有顺着我的那个去把话圆回来，我也觉得没关系，真的没关系。谢谢谢谢。嗯，真的真的真的。第一个出来是虎鲸嘛，对不对？是，对。为什么你是什么让我印象深刻？但是我在淘汰之后，最后有媒体说，哎，有想到路虎是第一个淘汰嘛？有采访何老师，何老师说，我们知道一个比赛对于这帮孩子今后意味着什么，淘汰的越早，可能今后的机会会少一些，但是没关系，我们都是好朋友，他们是热爱音乐的孩子，今后什么事儿我们都会带上他，所以何老师在很多很多数不胜数的事情都在带着虎子在做这些事儿，所以说我平时都叫何老师小太阳，我觉得你应该对我印象深刻，不然这些事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努力和勤奋，就是想让人多和你合作，这个跟印象深不深刻没有什么关系，真的没有什么关系。谢谢何老师。小心，既然楚生跟虎子都是这个不太深刻的程度，那在我跟江远之间决出一个最深刻的，对不对？好，我们两个属于是在何老师主持生涯当中给你制造过特别大麻烦的两个人。名场面见证者。我当年是直接在一场直播啊，我把那个票给甩了之后，当时何老师也是化解一场危机。你现在要我切掉左手或是剁掉右手，我想我都会疼。现在场上还有11个选手，可以决出他们两个胜负。这一票，这一票。年少冲动不懂事，不好意思给你带来麻烦了。我必须说，是你们成就了今天的我。见证过太多名场面了，何老师。小远为什么那么晚出来啊？你是最近唤起我记忆的一个人，我本来也不记得了，你知道吗？我本来以为所有的事情大家都已经忘了。啊，我可以说两句话吗？今天我哭了，我又哭了，我为吉姐感动了，谢谢。如果不是我把这个话筒，张远快把这个话筒捏碎了，小伙子太激动了。我也都没有太深情，但是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我也笑了，主要你这是前言不搭后语，我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真的，我现在我也记不起来我当时到底是怎么了。明白，我就是激动。是，只剩最后一个进13的名额了。是，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大家都表现得特别的好。对，我觉得我被大家感动了，然后我觉得我总得说点什么，我总得做点什么。我居然，我觉得这个行业没有一个人敢抢何老师的麦。但是我也做到了，我并没有松掉我的麦。焊得死死的，极限拉扯。这个题出得好啊！这个题呢，其实让我们有很多的回忆。必须说这一题我本来准备是送分的，就是不管你们谁出来，我都会说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但是这确实是没有能够做到啊，好不好？来，请惩罚。好，让我们看看后面还有什么样的挑战，加油！下面到0713的题了。嘿嘿，如果说打个比方，他说腾格尔的话，第三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先发出个音，蓝的天，可以，看你们的默契啊！我相信我们的默契。嘿嘿，
反应快点，谁反应快谁先啊 ？OK OK， 反应。好，来，张杰，三、二、一，这就是爱。主持人老师也没说，慢了。你们大哥慢了啊？你们大哥慢的有点过了。大哥在配和声，刚才不是和声，是这样的，以我的目测，楚生没唱这，从就是爱跟的，对，就是爱吗？不会吧？这就是爱，这就是爱，啊！我竟没唱这，连旧都没跟上，连旧都没跟上。我申请听月星哥的单轨啊，来听听看王月星的单轨。就是爱，这就是爱。后面还可以，后面还 OK。完蛋了，要分单轨，我这个要垮。你。好好当演员吧。就刚那一趴，我们所有人都退出歌坛。我跟你说，好，第二轮来了，周杰伦。欢喜迎收听最后一轮，欢喜迎收听最后一轮。苏醒。我就奇了怪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有一个 rap 属性，你们在那边快使用双截棍。那你唱的啥？我想唱我一路向北，我就没开口。快点向北，你现在就向北。啊，这里面最积极的是王栎鑫，而且他的声音的那个声压极大。我们先听一下王栎鑫声嘶力竭的 rap， 好不好？王栎鑫单轨，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如果我有进攻，好，狠不狠？然后他旁边有一个明显被吓到了的小远，快使用双截棍，哈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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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绝对是，他是被打的那个。对不起。兄弟们是这样的，甭管就是唱不唱对，但是咱们尽量别走调。OK， 在水平。OK， 来准备，蔡徐坤。三。二一，你心里的大哥，主唱歌没唱。哎呀，我想说，水都放成这样了。这里面我看到了一个哥哥慈爱的眼神，看着张远说：“你唱啥呢？”楚生真的，你听过吧？情人听过吧？没有。你总见过杜淳吧？就是，杜淳为什么？杜淳的经典舞台。哦。虽然坤坤的这首歌非常出圈，但是我忘了还有代沟这件事。我只有说句不要不要，我只有说句不要。下面做好准备，王铮亮。哇，这个三二一，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纪就老了。可以了。这个应该算过了，对不对？虽然虎机慢了半拍，
但是呢他每个字都唱了。对对对，想和声去了啊，想和声去了，一个制作人的一种习惯。来派一个人出来，来苏醒，来苏醒，来苏醒，苏醒，你换苏醒看看我们是什么效果啊。来来来，他们就从就从这个开始就好了。来，你要拼吗？不拼是吧？好嘞。来来来，雨衣都不给了。你知道他们有一个词叫做团欺，欺负的欺啊，团欺。哎，对，因为当年我们真的最讨厌他。对对对对对，想方设法逮着机会报仇。好，那么现在来拍卖第一刀。哎，能不能我来？要不我来，直接能不能交给我？我来，直接扎。人家体现了团魂，咱们能不能稍微的也体现一些我们的团结，好不好？好，来。我跟你说，如果换作是我们这个团队啊，直接时长省了一大部分。好的，来吧，好的，来，一二三，哇，对呀，哇哦，痛快。没有见过如此痛快的团魂，不是重点是裤子都湿了。现场是有当年拿第一名的人的，好不好？不要这个样子。我们一起期待最后一环，叫做看不够的舞台。We shall fight for that white gold. This one for them who goes, them who goes. Street masterpieces. 我表情有才，跳个大概，用书不是乔丹，能力全开。好机会展开，给一拳对白，结局平台下来，看谁厉害。如果观众在世，终将都被抑制。外公来血汗，自己发光，民族意识。马镜子、卷帘子、藏儿子，还有链子。黄腰子、裤兜子、穿金子，我要面子。用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没什么别的事，看着我那几个字，闪耀单位攻击哥，闪耀单位攻击哥，看我装一把重要，不下一天骄傲。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是什么单路，是什么弯路，用钱变不能太暴，老师傅的手法不能这样乱找，为灵感用来把药，还有多种下草，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药分量刚刚好，听我说重要空潮是应该更酷，快放开奔走，跟我多看一些什么书，陈述地漏一翻过江湖，这些老祖宗的辛苦我们一定都能输，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一起唱 Saturday night and we in the spot， 跟我来跳个偏方，专治你没完的内伤，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everybody come to watch， 说说天才有 party，有人嫌弃怀念几轮台就故意透露气，背负心思装英语，雾霾老春雨天马绿，再花一点点的你，我心里慢慢都是你。Let's go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看到小醒的表演我特别感动，真的好帅的一个中年歌手，主要是一个现场的反应，而且跟这次每次我们之前也有一个同样的节目，然后只要跟他在舞台上就有一种特别好的化学反应。明白，你们的化学反应就是互不打扰。有的，何老师，我们在中间，我们往前走，我们有那个互相击掌，其实是有的，就是不多。 对,、啊、对对对，来给他们两位掌声。亮亮亮亮亮亮，伤心比伤感多，少熬夜也越深越迷惑，
别难过，大风大浪在后面呢、啊、多看书，将来总用得着，要相信当下最好的你，别撕扯，别让家人为你担心了。不公平的事情见太多，自己不平到哪都漂泊，别相信太轻易的承诺，世界太大，谁不是谁的过客。说再见的时候认真一些，拥抱用力一点都不会浮夸，也许有人就陪你这一程，不会再见了。不必在乎不属于你的爱，刺痛你的话你就当作笑话，别回头，慢慢的往前走，别害怕。说再见的时候认真一些，拥抱用力一点都不会浮夸，也许有人就陪你这一程，不会再见啊。不必在乎不属于你的爱，刺痛你的话你就当作笑话，别回头，慢慢的往前走，走一步算一步，别害怕，好的事坏的事全收下，不复杂。这世上谁不是讨生活，逃不掉做俗气的作者，若错过活出自己就是最大的收获。我们要特别把掌声给虎子和楚生，因为这首歌是他们俩一起创作的。哇，太走心了，妈呀，这首歌太好听了，好听。今天在你好星期六唱这首歌的感受是什么？我没有觉得今天是在比拼或者怎么样，而且是这样的一个舞台，我看到这么多凳子，然后代表了我心中各种各样我想象中的人生。是不是有从前的自己，有现在的自己，是不是也有未来的自己，然后每一个故事是不是都在每一个凳子上，然后让我们去传递出这个故事。在唱首歌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蛮有感觉的，就是能够有在看到两个人过往的一些画面。15年是我们经历了不同的人生的起伏，但最终我们能够在一个舞台去把我们的这份热爱，这份坚持能够在舞台上面让更多人看到，说实在我挺感动的。
月薪，你跟的好努力啊，月薪。真的，小远跟小唐太优秀了。王月薪和蔡文静太感人了。啊啊啊！月薪，我也看见了。月薪，尽力了，尽力了，真的很努力。太感人了，何老师，你们是知道的，我十五年了，我从来没跳过舞。是的呀，他们一直以为我是唱跳歌手。他昨天一直在放弃，一直在放，我真的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你做到了，王月薪，超棒的。我跟你讲，你这时隔十五年之后，你突然开启了唱跳之路，我觉得如果你可以的话，陈楚生也可以。You what？大哥想看想看，哎，申哥，你要不要学一下我们动作？申哥，哎，对对啊，哎，申哥就这点，哎，申哥，申哥，申哥，再来一个，楚申哥，楚申哥，哎，让成团的小唐叫你啊，来来来，备走，要住进你的心里呀，约定了一起绽放，陈楚生加油，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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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放过他吧，我做不到。一起闪亮，也亮不过我的梦想。我旅途的开场，我沿路的回程，风沙搁浅的希望。时光让脸庞渐渐发光，风雪把悲伤轻轻吹凉。被淋湿的翅膀，才拥有穿越过那暴风雨的力量。曾经的我想唱就唱，我最善良。这一年夏天有最感动的阳光。你给我梦想，我勇敢往前闯。风吹雨打拍拍肩膀。现在的我想唱就唱，我最善良。这一年夏天有最温暖的目光。窗擦亮梦想，我最善良。我跟你们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我做到了。还能跟这帮老哥哥们站在同一个舞台，真好。十五年了，感谢你们一直的陪伴，我的音乐里一直有你。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张小远虽然真的很幼稚，但是我也真的很喜欢十五年前的你。曾经的我想唱就唱，我最善良。这一年夏天有最感动的阳光。吹雨打拍拍肩膀，现在的我想唱就唱，我最善良。这一年夏天有最温暖的目光，记忆的远方，我皮带的荣光，照进天窗擦亮梦想。现在的我想唱就唱，我最善良。这一年夏天有最温暖的目光，记忆的远方，我披戴着荣光，照进天窗擦亮梦想，我最善良。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抱一下何老师，真的真的真的。这个时候我一般是在这儿的。对对对，就那个位置。我一般在这儿，对不对？哇，何老师，我淘汰了。哇。其实我们几个从来不主动消费这个所谓的情怀，但是客观上我们确实是很多人的情怀。这个我们首先会跟自己自洽，然后我们也会感恩当年的岁月。今天呢，特别感谢你好星期六，因为很多事情变了，但是好像一切都没变。一样的何老师，一样的舞台，一样的灯光，一样的伙伴们，谢谢这个舞台。真心的祝愿他们会有更多更好的舞台，好不好？好，谢谢谢谢。